完美假期已翻篇，回归工作先充电，助力开工不等闲，奋斗不息看少年。我杨迪凭借过人的实力和胆识，从积分榜谷底一路攀升到积分榜榜首，我不敢相信我是下位区。杨迪的两分要跟谁交换？拼凑机。现在杨迪七分，恭喜杨迪拿到14分。刚才我跟那个蛙哥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蛙哥就是往那边走嘛，回头看一下那个区域，说我应该在那里，不应该在那里。